你要说实话，我宰了他。 就是李二娘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我来就是为了杀他灭口的。你动手，倒是替我省事了。当真？动手吧。 公子陷害我，还有被误认为细作被关到大牢里，咱俩这仇可还热乎着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常公子今日若不向我道歉，谁也别想把他给带走。好，我向你道歉。没有诚意，给我跪下！ 自找的，紫气松，一个都不能放走，给我拿下！把你那本公书给我藏好。 一定会救你出去的。